吴宗宪回归玩很大黄队队长，日前前往屏东拍摄最新一集，却经传摔车意外，紧急中断录影。据了解指出，宪哥骑脚踏车闯关，可能因车速太快导致滑倒摔车，多处擦伤破皮，连牙齿都撞断了两颗，可见摔车力道不小。节目组在当下紧急将宪哥送医处理 ，Kid 也在 IG 动态上发出他脚部包扎的影片，并表示宪哥实在太拼，值得尊敬。宪哥现在要去荣总，刚刚玩游戏的时候太拼了，尊敬尊敬，哇哇！而宪哥在治疗完后上传一张手部包扎的照片，跟大家报平安，并写下谢谢大家的关心。摔车了有点严重，但已经在左营治疗完毕，安全帽整个碎掉，还要找时间去做脑部的断层检查。粉丝们纷纷涌入，希望宪哥要保重身体。晚间宪哥还曝光了摔车片段，可以清楚看见他骑着脚踏车行经路口，不小心摔车后还滑行了一段距离。惊险的片段让粉丝们直呼，就算节目重要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也希望宪哥尽早做完完整检查，确保身体没有大碍。完全乐钟梦洁报道。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10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，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